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송중기 发表 结婚了。 今天松中也在广咖发文表示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生命中最珍贵最幸福的承诺，我会与 Katie Louise Saunders 共度余生，她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照顾我，因为她我也在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自然的我们梦想能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为了遵守彼此的承诺，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非常感谢在我们两个之间也有了新的生命到来。为了开始以夫妻生活，我们今天登记了结婚，真心感谢一直以来珍惜我的粉丝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直接就登记结婚，哇，太帅了哦！又怀孕又已经登记结婚了，大发，真的太惊讶了，恭喜恭喜！哇，孩子应该真的真的很漂亮，或者是很帅吧？已经开始期待了啊！但是希望能赶紧以戏剧回归，韩网的反应都非常好。所以对于松中义的结婚，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恭喜松中义的结婚，要幸福。 下个消息是2022年底离开原所属公司的朴国庚，在网络上一直有关于他跟新公司签约的传闻，而从 YG 到 HYBE 都否认了这件事情。然后今天终于有了朴国庚的官方消息，今天 YG 旗下子公司的 Playlabel 正式宣布与朴国庚签署了专属合约。朴国庚在影视方面有出色的表现，深受韩国民众的喜爱与信赖，公司很高兴能与朴国庚合作，我们会发挥自己的优点跟长处，让朴国庚充分展现他的才能跟魅力。目前的 Playlabel 旗下艺人有 태양 소민， 而这次签下的朴国庚，应该就代表着以后公司也会专注演员事业。不管怎么样，希望朴国庚以后也能继续走花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即将离开公司的청아。今天根据媒体采访报道，청아在3月与所属公司合约到期后决定不再续约了。所属公司有关人士表示，청아想要挑战一下新的环境，目前还没有决定会到别的公司，还是会设立自己的艺人经纪公司。因为之前청아在直播中说过，회사 나가요? 저 나가고 싶어요. 내보내주세요. 이런 말 해도 되나? 所以很多韩国网友们已经猜测到，청아不会续约了。终于恭喜你，恭喜你逃出公司。刚开始公司真的很会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很奇怪了，一年左右经营得很好，然后突然就不行了。希望能遇到好的公司。 最后再次祝福송중기的结婚。